我觉得女人在与别人人际交往的时候保持距离，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困扰和不快乐都来自于与人的交往。其实拥有一餐温馨的饭菜和一个安稳的睡眠之所，已足够让人心满意足。你们觉得女往往简单的生活才是最大的幸福，因此要时刻珍惜那些简单的时刻，让自己远离不必要的烦扰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保持一份对生活的淡定和满足，或许才是真正的幸福之道。